我们学这部经教，目的在哪里？目的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。啊，我们的障碍就是怀疑嘛。啊，不能说没有怀疑。如果不怀疑，那就像印光大师讲的：一念佛，一读经，你生活待人接物，必定是十分的沉静。啊，你今天没有十分沉静，就是因为有怀疑。啊，对于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啊，搞清楚就不怀疑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，讲经教学49年，为谁啊？就是为我们这些人，疑很难断。啊，对上上根人一说他就明白了，那不用再说了。啊，下下根人也用不着说，他老实，教他念佛，他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啊，很容易成就。最难度的就当中这一类人，这一类人数最多，既不是上根，又不是下缘。啊，49年讲经教学是为这些人呐，慈悲到了基础啊！啊，用什么方法帮助你一生成就呢？就这一句佛号，真难信啊！啊，千经万论到最后，通通归阿弥陀佛。啊，世尊出世，啊，就像善导大师所说的：“诸佛所以心出世，诸佛如来所以出现在这个世界。”啊，众生有感，他来应了，出现这个世界，度啊！用什么方法度众生？唯说弥陀本愿海，弥陀本愿就是48愿。啊，用什么度众生？就用这48愿。啊，48愿你不能够理解，你对他还有疑问，再细说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就是48愿的细说。啊，还要有怀疑呢？那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那是什么？是《无量寿经》的再细说，是这么个道理啊！啊，一句佛号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全程接受了，这经要不要了？不要了。为什么？法上应时，何况非法？啊，就是。佛法事法通通都舍掉了，就这一句阿弥陀佛成功了。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，啊，经典上告诉我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，你通通都可以放下了。阿弥陀佛明了了，就可以放下。真真不可思议啊！无论什么人，啊，造作无逆十恶极重罪业的人，啊，甚至于谤佛谤法，啊，谤比丘僧的人，都能往生，这不得了啊！啊，佛在经典上虽然说第18愿讲啊，啊，无逆十恶都能够得度。啊，唯有毁谤佛法的这个人不能得度。
其实有回谤佛法那个罪呀，比什么都重，比忤逆施我还要重。为什么？断众生慧命嘛。能不能度呢？还是能度，只要你悔过再不回报真正忏悔，念佛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还是会来接引你。那你就晓得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没有不得度的众生。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之类普度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皆作阿惟越之菩萨。